开着 Tomica 来买 Tomica。 Tomica 是我的车车。来到了附近的麦当劳。耶嘿 Tomica。 今天的目标也是这些 Tomica。 然后今天是4月26，所以是这一档开始哦，超棒的。还有警车，然后双层巴士，垃圾车、水泥车，重点是还有一台是隐藏版。对，我们来开箱看看，不知道能不能开到。很可惜今天没有那个超级难吃的毛豆沙拉，所以就点了一个普通的沙拉配芝麻酱。这很棒哦，它是这样子设计，然后你只要对夹，哎呀靠，要喷出来了，血烤你。我还本来想要称赞说它很方便，不会漏出来。猪猪满福宝，好吃。阿姆阿姆，好吃好吃好吃，小朋友最爱的薯饼。然后这是我现在最喜欢的新欢，它是松饼，它会很妖瘦的送一整颗奶油，这样超级不健康的，超级好吃，超妖秀。我跟你讲，你家小朋友吃过这东西之后，我就不想吃别的东西了，真的不行。这是给大人吃的 ，OK？ 快乐大叔餐，那个大男生也可以玩 Tomica 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感觉超好吃，超爽。我知道吃都会肥死，但是太好吃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箱吧。我刻意啊，因为它连隐藏版总共5台，所以我就一次点5台这样，然后希望那个店员是很好心的给我各一种。第一台是什么呢？第一台就中了，应该是隐藏版，对，因为没有在那个没有在清单上。对，黄金巨牙那种亮晶晶的透明质感真的很棒。你看它的驾驶舱好的设计，然后它的那个烤漆的质感，很棒呢 ，Tomica。然后贴纸是这样。要把它贴起来才是完全体，然后再下一台，拜托拜托，希望你给我一套。其实不能要求，你知道吗？连那个Toyota社长来买，他也是一样。哦，警察车，可爱耶，好可爱哦。你看贴纸，然后车，对啊，其实这个都要贴过才是完整的形态的，知道吗？很屌呢。然后下面是Tomica，警察车还有这个东西，因为警察车是可以这样子的。你知道，就是嘟进他的屁眼，然后应该是按一下他会屁股出来，对，这样。哦，这小朋友爱宝吧？垃圾车清扫事业，像这种生活里面会出现的东西，对，就是会更有 feel。这应该可以开，对，可以开。你看那个垃圾舱门是可以开的，里面有东西吗？没有，但是觉得里面可以塞一些小东西、小玩具。很小很小的小玩具就很有趣。再开下一个，嘿，麦当劳双层公车，它贴纸缤纷欢乐，贴纸赞的。好，最后一台，碎了，哇，这好棒哦！你看那水泥车，那水泥车里面有那个 BB 蛋，也是 BB 蛋啊，小猪猪可以转，很可爱呢，很可爱呢。等一下，然后应该有个贴纸。对，你看贴纸这样，锵锵，好，都有了，赞赞。